福宝的奶爸或成新型高危职业，神树坪的树上挂满了狙击手，奶爸每天都要被各路狙击手蹲点瞄准着，只要是一出门就会被八倍镜捕捉到。究其原因，还是因为国际福的影响力不断的扩大。华尔街头版、路透社、新闻、CNN 等国际一线媒体纷纷报道了这位无法抗拒的可爱之星福宝，一举一动都牵动着国内外粉丝的心。因此，自从公主隔离开始后，只要有一点物料放出，福粉一个个就跟疯了一样，并且这些来自十八倍镜头的铲屎官视频就开始在网络上流传，对着没有熊猫的纯青团视频看上9981遍，因为这是福宝拉的。而且如今在各大账号平台上搜索福宝的最新动态已成为一种潮流，为了保护研究中心能够发布新的物料，大家亲切地称呼其为星宝，每一天都不停地刷着中心的主页，评论着不重样的彩虹屁，目的就是为了看上福公主一样那么简单，就一张图片就能为平淡的日子增添无限乐趣。如果再有一段高清视频，估计福粉们会忍不住尖叫。很理解大家的狂热，但是也要稍微理智一点，奶爸的压力估计已经很大了，任何一点小错都可能引发网络攻击。福宝在室内不断翻滚的画面流出，就引起了粉丝们的不断猜测，所以福粉们在没有福宝的消息的日子，我们静静的守护就好。尽管等待福宝展出的过程充满煎熬，但我们相信结果将是最美好的。